是你的真力量，生命从此好光亮，让爱回到身旁，今生的向往不迷茫，生命的热点天吉祥，人生的兴趣希望有方向，展现曾经的梦想，因爱重生，时光即绽放，感恩有太阳伴我笑，陪我平安。老师的每首歌曲里面，字里行间都有满满的正能量，我们的吉玛法歌词的意境入心入理，真的唱着唱着就幸福了，唱着唱着我们的人生变得越来越美满，越幸福，很开心哦。我们的太阳，我们最敬爱的太阳社的导师，我们的超马的大家长，昨天回到了台湾，昨天在台北上了一场我们的共修网络课程，导师老师一一提醒我们每个学员努力精进，如法实修，把自己更好更好的成就志向把它展现出来，在超马这个系统里面可以看到自己成色成型的问题。老师接着就是会上我们礼拜三的有签书会，相信我们有票券的学员都会报名了，我们有一台游览车，老师的最新的那一本超级修行密码的签书会就在礼拜三，我们十一点有一台游览车，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去参加这一场近距离的老师给我们的签书会。再接着就是六月十五、十六的天地恩情总是爱，你看天地要给我们很珍贵的爱哦。天地给我们的恩情是多么的珍贵啊！所以我真觉得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把握这次难得的课程与实修实业的课程，因为老师昨天有说的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园林这次真的我们游览车来到了三十多台真的不可思议因为我们是全台湾园林人来参加的人数是最多的一次所以我们自己想先预告一下昨天我跟老师谈到我们明年会把目标设定的到五十台、六十台、一百台都可以所以我们我昨天有邀请老师说，那老师这次回来可以来园林跟我们加油打气一下嘛，来走一走看一看。结果我们太阳升的老师说 ，OK， 没问题所以在近期可能会选一些老师最适合的时间点来到园林到时候我们就跟老师近距离的近距离的可以跟老师聊聊天说说话所以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个目标设定老师看到我们的成长，我觉得老师最喜欢肯学习努力精进的学员，老师最喜欢这种学员，所以我们不要放弃自己，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在这个系统里面努力精进因为个人修个人的也是自己可以得到今生的成仙成贤的机会，绝对要积极的抓住，每一帮助自己成长。我们今天来导读超级生命密码我们先介绍这本书，我们请慧芬帮我们介绍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还有我们的作者太阳社的老师，我们请慧芬导读一下，谢谢。修电机工程
现移居美国，自幼喜学宗教真理，14岁时由别教入门，开始几十年的心灵追寻之旅，涉略包括佛、道、儒、耶、密。2005年齐聚恩师分居，开启了灵性管道，超越身心灵相见凡理，使其灵性层次有了突破性的跃升。近年来致力为人们解惑，提升心灵素质，是位深受敬重的与信赖的身心灵咨询导师，在身心灵领域著有多本华文和英文书籍，读者遍布全球，其在世界各地无数次巡回演讲中举办各类主题的培训课程，接受到广大的回响，无数人因此扭转了命运，获得真实丰盛的人生。目前为天元文化咨询顾问机构负责人，美国催眠师协会认证催眠咨询师，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谢谢慧根帮我们这么详细的介绍这本书。接着我们请慧根帮我们分享哦，慧根先生也真的哦，哎，很花心哦，他有几台呀？4台。六台的有感谢哦。感恩天地，感恩老师哈、能够今天也感恩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哈、今天真的能够来到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是我感觉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因为其实我们在人生的这一些人生的旅途当中哈，寻寻觅觅都是只是为了赚钱，然后为了我们所有生活中的大小事啊，比如说每天就是忙了三餐，为了吃饭，为了糊口，然后为了要养小孩长大，然后要让圆满家里的大小事。可是呢一路走来，其实也非常感恩天地的主持，能够给我们这一路来非常顺、非常顺的走到现在。其实，在小时候也吃过很多苦，但是我觉得那就是感恩天地能够给我们这个机会来磨练我自己，然后才有办法成就未来。这一些这么平顺的这个道路，那更感恩天地哈，感恩导师，然后让我接触了这个超级生命密码系统，让我很清楚的知道说，我们要最重要的就是在提升我们灵性的这个部分。那来到这边，导师教我们有方法，然后在书上就有告诉我们。其实很多绝招都在这一本书里面，超级生命密码，只要我们用心的体会，用心的去参去悟，老师在书上的每一个字字句句其实都有藏很多的玄机在里面，那只要大家用导师的方法，我们听话照做，跟着导师的脚步，可以就像坐上太空梭，很快的到达我们想要的那一关。对，所以在这里呢，真的非常感恩来到这个系统。所以我们大家既然进到这一个系统，就要好好的紧紧抓住、把握，然后好好的跟着老师的脚步一起提升。好，我分享到这里，感谢。慧根他是一个会计师哦，他不愁吃不愁穿哈，家里要什么都有，小孩也有，老公也有，家庭的事业也有，所以金钱对他来说也不是个问题。可是为什么他那么发心的在这里度人哦？因为每个人都想让自己的身心灵提升，让自己的灵命提升，才是来到我们今生其实最重要的课题哦。以前我不懂，一心来到这里，我终于懂了。真的在这里我学习很多哈，学习到。它既人间，我们的人间在生活上的很多的记忆，我们的生生世世的父
能量的问题，因果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看懂的人都会努力精进哈。老师常说过有两条路，只要你想要哈，就努力精进；如果你不想要，就会被负能量拖着走。看自己怎么去抉择哈，看自己想要与不要都是非常的重要。好，接着我们来导读。因为我就是在做信访的时候嘛，跟老师相遇，有跟老师说，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讲座，希望导师能够帮忙加持，然后导师有教我们说设定的营造，所以我当下就有设定那游览车的车辆数嘛，结果很奇妙的一些因缘就牵引着就像。另外就很奇妙的在银行的经理要跟我一起去吃饭，然后呢那时候刚好协会有一个协会的会长，也就是协会的会长要请客，然后旁边我就去了，听到他们是什么协会的，我赶快提出跟他们说要请他们来参加我的这个演唱会，结果他就说好啊，你找我们的活动组委，活动组委马上就当下他就答应说要并排，旁边有一位小姐，她是游览车公司，他们是旅行团的，她说她那边要4台，所以很快的就能够才能够成就这一次这么多辆对游览车，对，所以也是很感恩天地，很感恩老师，还有感恩所有的因缘成就这一次的游览车。好，谢谢。这场盛会真的可以帮我们千年债啊，我们的千年恩怨，我们可以在这里累积自己的德资呀，很快速只要我们有接力的，真的我们的德资量的增值会很快速的进在这个系统里面所以啊，当初啊我在做新法的时候，我也说，父母他跟我说要好像15台，所以我就设立15台，设立目标，我们目标才会前进，真的就是不厌的。这个设定目标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不用怕发愿不用怕发大愿，发愿是为了还我们生生世世的债，你没有还，下一世还是一样要还的所以很多人都知道发愿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每个人都很想要发愿，可是很多新学员他们都不得去发，不敢去发愿其实发愿我们对负能量才有交代，所以有没有发愿的我们可以发不用花钱的也可以，我们去发书，我们去结缘都不用花到钱的。好，接着我们来导读第八章的第一段。
段时日后累积了不好的负能量，久而久之，这个负能量就会在两者的日常生活中影响越来越深，而两人的关系一旦没有办法承受这里面的各种影响时，就会出现家庭分裂的问题。我先举一个实例，有一位女士经由朋友的介绍，给我打了三次电话，问了其中的蹊跷之后，才决定来我这里询问她心中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的重要问题。这位女士的先生是美国一所大医院的医师，他们的年纪大概都是五六十岁左右。在我们刚开始交谈时，他总是说些无关紧要的题外话，绕来绕去的。最后我终于耐不住地问他，今天我们会面，你想要请教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于是他才很腼腆地细说了真正来求教的原因。他和他先生的婚姻在过去三个月突然发生了非常不好的转变。过去他们几十年的婚姻都是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度过的，但他说在这过去的三个月里，他先生的脾气变得非常暴躁，而且言行谈吐之间总是有点怪异。后来他才发现他先生在服用威尔刚这类的药物，起初他没有办法接受他先生服用这个药物的事实，因为他认为他心中的另一半怎么想也不会需要的。谢谢嘉玉的导游，请嘉玉再帮我们分享。好，我们欢迎嘉玉的分享。老师好，各位超马家人大家好。好，感谢主持人玉馨学姐给我这个机会，一直以来我都不敢起来分享，因为这个电都让我很怕电到以后我都会怎么样。我今天就来试试看怎么样，会不会啊？搞笑一下，那个才不会打瞌睡。我来自彰化，我名字叫朱静霞，编名叫嘉怡。很高兴今天来到这个这么多人那个基因会一起共振。接触超马的时候，是因为可能那个姻缘到了还是什么姻缘机会之下，我的接连是慧慧，他有一次在那个 APP 里面拖他，因为他去年都有一次做那个大型分享会的那个分享会嘛，大型的啊，我是没有去参加过，但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在 APP 拖上，我就直接跟他留言说，下次如果有这个分享会，告诉我，提前告诉我，好安排时间，我想要去参加。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什么时候就都会在这个大型分享会。然后就去年的九月份，在那个彰化县政府，我就去参加了。参加回来以后，经过四天，去那个彰化那个金典学姐那边的那个基因会，结果一进到那个基因会，你知道抽那个牌卡，那个牌卡真的是让我很震撼。到看到那个牌卡四张那个大的标题，我就眼泪一直哭，一直哭，也不知道在哭什么，就觉得说，好像之前那个灵命找到想要的一个东西就对了啦，就不由然的就这样一直哭，一直哭，一直掉眼泪，一直哭着说，慧慧你怎么现在才接引我来？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要赶快紧抓了这个我们这个。基因会有时间就赶快去上，有机会就赶快跟着老师学习，就好像是我们人生的旅途中，在那个大海找到一个游拉到那个游泳圈上岸，要上岸的那种想法。所以说我很有福气的人，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很感恩。以前刚刚就导读那段。也是讲婚姻的问题，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我以前很早，我已经
婚27年了，然后一直以来我自己一个人带3个小孩跟着我出来。那在去年的时候，我那个前夫一直从以前都对我不负责任的啦，然后还是我一直以来我也是跟小孩子教育说，不管爸爸怎么样，你身体里面一样也是流着他的血液，那种血液永远是不能切割掉的，所以爸爸再怎么样，你还是一样要对他尽责任，然后就在他生病之中好好的就这样中风不省人事，不省人事之中间就在那个医院里面来来去去大概半年，有时候那个医院都还半夜打电话来通知说有那个紧急事情就对了。然后我那时候刚接触超马的时候1个多月，突然就有一天像想到说，那不然我来跟他做忏悔，那个发愿做功德回向给他，就不知道我一个女的嫁到越南，然后我们有一次我们家族聚餐，我的兄弟姐妹娘家这边的家族聚餐，就有一次无形中当中就讲到说，我们什么时候在聚餐的事啊，我妹妹，我另外一个妹妹，她就讲拿起电话说她要去打电话叫她的女儿回来，我就脱口而出说，那我也来叫我那个越南的女儿打电话叫她回来，那是开玩笑的一句话，哪可能说因为要一个聚餐要一个联谊我就打叫我女儿赶快回来，不可能啊，这随口讲出那一句话你知道吗，那就隔天我女儿真的回来了，她爸爸往生了，就在我做忏悔发现不到三天，因为她这中间都不行的是医院这都是说插管而已，是剩下那一口气在呼吸而已，已经都这样再继续下去是连累到小孩，所以说我那时候就跟他发愿忏悔，发愿我会做功德回向他，就这样不到3天，就这样很奇妙的，他就这样安然的走了，然后我女儿真的也回来了，就不脱口而出的一句话说，那我来叫我女儿回来，她真的就隔天就回来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超马的殊胜真的是很神奇，所以我希望我们在我们超马家人既然已经进来这个超马这个环境当中学习，我们一定要紧抓着，不要放弃，不要说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我们的境没有什么改变而就放弃，说不定我们的境目前没有像别人改变的那么快，这是或许是我们自己的点没有做到位，所以还要更加努力学习，包括我自己也一样，我们都一直要跟着老师的手拉着他，不要千万不要放弃。好，那以上是我分享，谢谢。谢谢大家的分享啊！其实我在《忏悔录》这本书它很神奇哦，它里面有9大心法，只要我每天如法实修，借着步骤1、2、3哦，我们每天去忏悔大愿、大愿感恩哦。还有太阳心法的话，真的会像做太空梭一样的快速，它可以帮助到我们哈，人生的圆满境，家庭幸福啊，身体健康哈，财富自由啊，真的哈，只要你相信，真在这里，我们一定会有成真哈。好，接下来我们请我们屏东下来的建成，好，我们的巴克利过来为你帮我们分享一段，他在应该说他是当机哈。30多年了哦，他为什么那么的爱超马哦？因为超马让他改变了他很想要的这种修行方式嘛。所以我们今天请建成好的跟我们分享他的一段走过哦。好，我们欢迎建成。大家好，大家好，还有所有的超马家人，大家好。24岁的时候的卡蒂卡米提二三教问世，然后25岁的时候当机场大马先生，所以当我老婆跟我
我老婆说，不然你们来看看，我说好。那2017年的八月十三号，那一天呢是礼拜天，那早上我在睡觉，那我过世多年的父亲跟母亲还有我二姐三个人来到我梦中，然后就一直笑一直笑，我问他什么事，他们都没讲过，然后就一直笑，我就跟他讲说啊，你们这样一直笑，他们不讲话，我怎么知道你们要干嘛？然后就起床了，然后就这样跟我老婆讲，我老婆说，那个下午啊，那个屏东有一个基金会，他你不然去问他们那个是到底什么意思？我说什么基金会？他说叫读书会。哦，啊、那很简单啊，你去啊。那那个他们结束的时候，你就请他们楼下，我请他喝咖啡就可以讲。后来我说哦，要问人家就要诚意一点，就要去。就这样，就第一次啊参加。在那边都流血，哇！这一盘棋在多大？哎，这
那怎么办呢？我就跟那时候的老师讲说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他就去游泳，那个老师就很紧张，马上跑去那个岸的，然后就跟他沟通了，说先请他先离开这样，那他也离开了。啊，后来可是后来我真的花了很多的时间跟金钱，要去跟他达成和解，都没有效。那办晚会啦。去，然后有一个清朝月亮。
那我们家是在租房的同居，那我们家后面有一栋房子，那里面一个男主人、啊，他已经怎样了？两个板凳，然后上面放了块破板，已经躺在那边了。然后呢，更可怕的是棺材已经放在那个大厅的门口外面。哦，那个阿嬷我又不知道怎么那么厉害，去跟人家不要讲什么事。
道这条绳缠下什么？他居然缠下来一条小金龙，哎，左岸那些小金龙，我靠，这个棒子棒子那边哦。那老师说呢，这是他已经要修成正果之相哦，所以就觉得西藏会让我们开关掉东西，谢谢。那跟各位分享这么多，再讲什么？一超级生命密码这个系统真的很舒适。
啊，对，那也是啊，都把先整理好，哇，整个老公傻掉的事，你没看到？哇，快要接近三点的时候，哇，一直来，然后那个报告的主人说，汽车贵啊，就是汽车几块钱，哇，快破百了。到最后呢，总共来了64位全新朋友，那总共呢来到128位。哇，那个心就微信融起来啊！哇，觉得真的越多人来哦，越觉得说哇，真的好棒，因为今天就可以去帮助这么多人，如果真的帮这么多人，我们。想想看，等一下我待在这里，然后我自己受惠，然后我的祖先他们那些也都跟我一起来，这样，你好不好？我在旧系统里面嘛，当了30几年的记者，我在超马里奥，我很看，我来到后面抢一场。对呀，我想说就是不要卖了，因为他卖完了那样的啊。可是真的啦，如果说这个系统真的可以去帮你处理很多事情，那 OK 啊，是不是？但是就我个人的观点是，因为我把这本书还在，我只有花费两寸，但是真的有效吗？我见仁见智。像这种因果的问题，真的没有一尊神会去帮，他们也不敢出手，哦，所以让我这么多年来的努力都为你了。那还有，有我老婆的引进哦，来到进入到超级生命密码这个大法，也因为这个大法让我翻转。老师也感恩天地给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进入到超级生命。今天如果没有老师的帮忙跟提点，我没有办法去翻转我在旧系统所去沾的那些因果。那真的在上辈子就是上半生，在我的上半生真的去沾了太多别人的因果。那当时我一直以为只要行了，我都以为爱者的念佛，完全放在心里。但是刚请假起来，那是安尼，我都免就爱在忏悔了。所以真的啦，好不容易我们接触到了超级生命密码这个大法，我们只要如法实修。这很重要，因为我讲一句是真实的话，今天超级生命密码这个大法再怎么好，你自身没有如法实修，还是归零的，还是没有用。但是今天我们进入到这个超级生命密码这个大法里面，我们更要去了解老师在讲什么，更要知道老师在讲什么。老师这么辛苦。每次从拉斯维加斯，然后来到台湾，然后这样全世界这样，真的很辛苦。我这次去拉斯维加斯，这次去台湾，我来叫你们，所以真的啦，真的很辛苦，那老师要我们能够在借由这个大法，能够怎样，能够信得到成长，那我们的心意，那我们的灵命能够得到成长，那我们就应该。去到斯维加斯哦，回来，然后我就一直我的心中啊，一直有一个 OS 就是什么，我呢要和我们老天堂的蛇灵跟那个万大法有一些蛇灵哦，我把这些，然后我让这个电视两次让他们去
结了四十几年的，都没有办法处理。那我去他思维家是回来，一个礼拜，反正就一个礼拜到十天左右了。有一天晚上呢，他真的来做，来做一部电影给我看。那大意就是说，我跟我阿妈那个舍利啊，在一个山洞里面看守着一地宝藏。那我跟我妈妈两个人就去把它杀掉，然后把那个宝藏搬回家这样。所以那个是还是有因缘的，还是之前因为我们做错了事，那才会有这一次的那个恶果。所以真的好好的在沙马里面应用修中的心法，好好的对我们的负能量去做忏悔。当我们能够去跟我们的负能量达成一个和谐的时候，就是我们开始翻转人生地图的时候。那很多人，这个世上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因为超级生命密码翻转了人生的地图，他们开始过着他们想要的那种生活的日子。所以沙马真的很舒适。那很感恩老师，那这么辛苦，那也创立了超级生命力这个系统，那更感恩天地给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还是要跟各位呼吁大家，真的好好的把握，那如法实修才能翻转我们自己的人生的生命力。那有很多人都说啊，我的精英会都有去参加啊，参加就不会参加。你真的想要让你的灵力提升，你要真的想要让你自己的那个能够跟你的功能要去达成一个合作，还是要如法实修哦，依照书中的心法下去做。那如果每一个精会里面的所有人都是如法实修之后，他也有见证，他也有见证，他也有见证，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所以还是要发挥大家的努力，才能把这个所有精华都办得很好啊！谢谢，感谢大家。精彩的分享啊，相信大家经过他的实验证明啊，老师说科学实证啊，我们的老师都说要讲结果论，结果最重要啊。刚才见证说的很详细，相信我们大家都有受益啊，真的无法实修就。重要，老师昨天晚上过去都有说了啊，反求诸己啊，觉得在这个系统，你觉得自己没有没有看到改变的话啊，真的要赶快的勇往直进啊，一定会有所改变啊，因为我们有这一套系统，真的非常的殊胜，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超级生命密码的实现，感恩导师的教导啊，我们感恩再感恩。天地感恩老师给我们那么好的宇宙上善大法，让我们很轻易坐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学到天地给我们的宇宙大法哦。我们的书，你看我们的心法，你躺着坐着都可以受益哦。我们都没有禁忌，只要你把心门打开，这是非常重要。你要真心的去相信，你自己去做实验证明，你当你有沾到法力，你一定会全然的相信。老师所说的，书上所写的都是真实不虚，一定都是真的啊！只要看自己要怎么样，老师每天都苦口婆心啊，要我们真的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只要我们把心法做好，我们真的可以让自己发光发热，成为受气的导体的话，你真的可以保护到自己啊！当有灾难的时候，他们我们都可以避开很多的灾难啊！好，接着我们来导读。第三段，我们请苏信帮我们导读。苏信他是一位导师啊。大家好，苏信，我现在开始导读。而且他们在那三个月经常意见不合，无缘无故就争吵起来。他细细的思量过去这段时间
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就闹得不愉快，每一次好像都和另一半在房事上有许多争执。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和他的先生也曾经一起找过两三位心理辅导医生来分析他们之间的问题，也用过其中的建议方案，但是都没有成效。他先生无论是什么时候，只要一有机会，就希望和他发生亲密关系。起初他还会全力配合，但是后来他向他先生坦诚，自己在更年期之后，性事方面的需求已经没有那么的强烈了，而他的先生还是在这方面烦扰着他。到最后，他的脾气也变差了，觉得这是一件很烦人的事情。他说，两个人有时候不愉快发生的口角，甚至还会将离婚挂在嘴上。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几十年的夫妻关系，就在这几个月里，从轻微的隔阂变成了严重的家庭问题。当我在倾听他问题的同时，我感觉到他先生在夫妻生活上似乎有着常态的不满足现象，于是我更详细地了解了他们问题其中的细节，最后发现真正的问题核心是出在这位女士和先生行房的过程，在最后高潮段落中，教床的品质不如从前，而且他的另外一半希望他在最后可以对他说一句“我爱你”时，这位女士讲得过于敷衍，对方没有办法因为这样子的情境和声音所带出的信号得到真正的满足感，因此一而再，再而三，非常频繁地向这位女士求爱。好，我们谢谢淑馨的答读，我们请淑馨帮我们分享。我们来听听他如何得到天地源源不绝的祝福哦，还有很多科学实证。好，谢谢老师好，然后主持人好，以及各位超马家人大家好。好。其实一路走来哈，刚才听了很多人分享，都觉得说遇到超马真的是相见恨晚，然后读到弟子规也是相见恨晚。去年的6月2号、6月3号是我第一次参加导师的大型讲座。那在这之前呢，我已经把《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看完了，那也开始读《弟子规》。那看完之后呢，我就照着书里面的心法在做，然后我也把《弟子规》用在我班上的学生身上。可是导师有说过啊，心法是不能教的。只能说听学员的分享。那到了去参加讲座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我做的心法都是错的。因为导师有说，做心法的时候手脚不能交叉，然后再来手脚不能动。可是我之前不知道啊，为什么你也没有说？那我就想说，在做的时候，那你两个抓一下，那你两个抓一下这样。哦，所以发现说，哦，原来导师的课这么重要。有时候你看书哦，是你自己的认知，可是你上了导师的课之后，你才发现，哦，原来是要这样做的。那很刚好就是遇到了暑假，那我的超马家人，也就是我的同事，就说，哎，那我去参加青木会。哎，我说好啊，那就去参加青木会。那去参加青木会的时候啊，我就听到很多人见证跟分享，我想说，哇，这么神奇，那我也来试试看。那导师也说，其实超级生命法就是不讲玄虚，讲科学，就是实验嘛。那我就去实验嘛，哎，真的哎，感恩之玉这么好用。刚说修什么冰箱什么的，那我都听过。那我就想，哎，我来用修一下我的车子好了。哎，我觉得好像有用哎。那你每次去参加勤会，你其实除了说补能量之外哦，你可以得到很多的讯息，你听到更多的见证，然后你自己去实验。就会发现你对这个系统更有信心，因为老师里面所说的都是真的。只要你心门打开，你去实验，哎，你真的会改变。那参加完基金会，我同事说，哎，那你要写心得好了。我想，我有把弟子规用在班上，我觉得哎很好用哎，那我就好把我教学心，哎，就拿起心得。从去年7月1号到现在，我每天都写心得，没有缺席过一天。谢谢。
其实受益最多的自己是自己。刚开始写，可能写到一段时间之后，哎，怎么没有感受？就会想啊，怎么办？怎么办？可是还是要写啊。可是其实哦，你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写心得是在做自己的反省。你今天有没有进步？老实说，其实哦，每个人每天都想看你今天有没有进步。那就是这样，哎，开学了，我又把这套《弟子规》，因为我每天都读嘛。当你在读《弟子规》的时候啊，其实哈、哦，你就看到自己的不足，你自己的习气。当刚你看到自己的不足，你自己习气的时候，你就会懂得说，哎，我们什么事情都要反求诸己，因为你自己都做不到了，你怎么可以要求别人呢？当你这个心一起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哎，你看到的人都不会看到别人的不好，你就不容易生气，你就不会抱怨。那当你不容易生气、不容易抱怨的时候，其实你的心里，你的像我以前就是每个月都会去给中医师帮我调身，因为我肩膀常常酸痛，然后也常常去找那个美容师帮我按摩。可是那个过一段时间之后又恢复了，因为其实那个压力是在的。那个因为你的生气、你的抱怨，其实负能量都一直卡在你身上，永远无解。可是自从我读了进来超级生密码学习，然后读了《弟子规》之后，就发现，哎，我怎么肩膀不会酸痛的？那我原本有非常严重的偏头痛，甚至有时候痛到都会想要吐。哎，我发现，哎，我的频率变少了。我觉得，哦，发现原来都是心的问题。那后来开学，我是接低年级的孩子，我刚好又接小一，小一刚进来，要准备工作很多，非常非常多。那刚进来，其实以我教学二十几年哈，就发现哇，刚进来那个月真的是人过的。那后来发现，哎，我学了超码，然后进来学习之后，我的能量变好了，我的能量变强了。然后再借由《弟子规》，我发现，哎，我不需要对孩子生气，因为我看到孩子犯错的时候，哎，我知道说，其实这个时候是我教他的时候。我就会把《弟子规》的经文跟孩子讲。后来久了之后呢，孩子跟我之间有了一个共同的语言，就是《弟子规》。所以当他比如说他坐姿不端正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哎，《弟子规》哪一项没有做到啊？”哦，我就不用生气了嘛，对不对？那你当你不用生气的时候啊，其实那整个的教学现场的那种气氛就是好的。所以我就发现，今年是我教学以来最轻松的一年。我以前都想啊，什么时候可以放年假？哎，什么时候又要放暑假？可是我现在都不会觉得。我有时候人家说，哎，你什么时候放年假？我说，哎，我不知道呢，因为我没去数。因为我觉得每天上课都气氛都很好，因为你不会觉得累。那我参加去年六月二号、六月三号导师的讲座，那一场讲座的主题是因为爱而富有。那有人说，导师每一场讲座的主题去天地就会送你什么礼物？可是我是一个国小老师，我的薪水是固定的，然后我也没有做什么股票啊、基金的投资，我都没有。想说那怎么可能会富有呢？后来知道说，哦，其实富有是全方位的富有。我可能没有金钱上的富有，但是呢，我的身心里变富有了，因为我身体变健康了，我心里变快乐了。所以其实我发现，参加了一场讲座，导师还有天地给了我一个。我最需要的富有就是我的身心灵变健康。那再来就是参加去年的12月22、23号的讲座。那一场的讲座的主题就是因为爱，幸福随之到来。那讲座的前戏呢，我妈妈突然决定肩颈开刀，她说你们都不用劝我，就是要去开刀，都不用再说什么。那其实肩颈开刀，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手术。那我们姐妹之间就会说：“哎，哇，你要再问问看的医生怎么样啊？或者是再多问几间？”可是我妈妈很坚决。那在超级生命码里面呢，导师有跟我们说：“其实啊，你的担忧无形之间会给你最爱的家人负能量。”所以呢，其实我跟我姐妹讲说：“其实我们就不用替妈妈担心了，我们就祝福她。”所以从知道妈妈要去开刀，到妈妈后来住院住了一个多礼拜回到家，这中间我都一直祝福她，因为
为其实我们当孩子难免真的会是会担心，会担心说，哎，这个医生好不好，然后开刀顺不顺利。可是我觉得说，老师说你要转念，遇到你任何的生活境，你就是要转念，想办法转念，转过去的，其实事事就太平了。那我就这样不断地告诉自己，我每天都真的祝福我妈妈，感恩感恩医生，感恩护士，感恩所有的人事物。后来我妈妈很开刀很顺利，然后现在恢复得非常的好。那在过年前，我的公公为了打扫，就是爬上去插那个吊扇。后来我接到我婆的电话说，哎，我公公的状况，我一听那个是中风的状况，也歪嘴斜，然后完全不能动，也不能讲话。然后赶快打119，因为我跟我公婆是没有住在同一个地方。那在这期间，我变成我公公是我婆婆跟随着那个救护车到那个医院。那我公公前后住院住了10天。那其实在这中间也是一样，就是不断的祝福跟感恩。那真的是哦，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超马里面学习，我们在超马里面实修实践的时候啊，就会发现真的是贵人显现，然后可以帮你逢凶化吉，大事化小，因为真的是真的很感恩导师，感恩天地。我公公住10天，出院的时候给自己摩托车去买菜，然后过年。我就跟我公公说，啊，我们来做一个板凳，然后你来一个住哦。公公，我来住，我来宽厚啊。哦，所以后来福建师有来过一趟，说阿伯啊，啊你的力气那么大哦，我往边打呀。所以他现在整个脸都没有福建。所以你看哦，我觉得天地给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礼物。其实我们当人家小孩的，当人家媳妇的，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家庭的人，每个人都很平安健康，那我们是不是就很幸福？所以从我妈妈、我公公，我觉得真的是感恩天地、感恩导师的拨转。再来就是，其实在我先，我公公住院期间哦，我现在去照顾我公公，他的那个肾结石发作。那他因为我公住下病房，他还住了3天。啊，我现在回到家里面，他半夜11点多说，他的腹部很痛，我说你怎么了？可能是结石，那个石头在那个肚子里面滚来滚去。说那你要不要去挂急诊？因为他之前已经有2次的经验，一次还是用内视镜讲出来的。他说不要，因为去那边是只有打那个止痛针。那他说，因为他隔天是要去加护病房看18点，所以他说不用。说好，那你就如果真的忍不住叫我，就我开车带你去挂急诊。那在超马哦，真的经费非常重要。你只要来经费，你听到很多讯息，就把所有。超马可以用的法宝啊，感恩枕巾啊，感恩四句记的贴纸啊，蛋蛋机啊，都用上了，然后很神奇的，过几天之后啊，那个他其实隔一天的大概4、5点的时候，他说啊，蛋蛋机不用播了。我说为什么？哎，没感觉了，他就没感觉嘞。哦，这样好，那他就去医院照顾我公公。可是我觉得很脑科里没感觉，好、哦，哎，真的。后来刚好遇到一个贵人，跟我说：“喂，公公，啊，你吃什么？他可能自己就会看出来。”真的，没几天，他那个石头就自动，他上厕所要咚一声就出来。所以你看，医院都不用哎，我都觉得说哇，真的好感恩哦！看我的家人，因为我的实修实练，然后我的家人真的受到照顾。啊，再来就是说，其实我先生因为工作的关系哦，从小我就变成一个人带两个，啊，我要上班。啊，我现在只有假日才回来。其实人结婚久了，夫妻之间久了之后，你很少，尤其聚少离多，缺少沟通，你慢慢的就变成两条平行线。那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习性嘛，以前自己的能量很低的时候，我值很大。那你看到他都是他不好的，那你看叫他改，他的习性那么久的，可能一下就改了，对不对？可是那你想说啊，他不能改，好吧，算了，就漠视，漠视他所有的一切。那你能量低的时候，其实你看不到他好的地方，你完全看不到他的优点，你看到的只有缺点、缺点、缺点。可是当你来这边学习的时候，导师教我们很多的方法，他说你就要转念啊，你就要营造啊，对不对？你就要补能量啊。所以呢，后来自己能量提升之后啊，因为我发现我先生不变。去年的8月26号，导师在台中去那里一个。
Q&A 的讲座，哎，我随口一问，我先生说，我说你要不要参加？哎，他说问我去哪里，我说我要去台中参加那个导师的那个讲座。我说你要去吗？他说好，我再去。他就载我去，然后载我去之后，我是买一张进去你的票，他就送很多的东西哦。他说不、哦，你花了多少钱？我说没有多少钱，看这个东西都这么多，没有多少钱。然后在等待当中，我先生就传了一个，我跟你说，我传了一个袋在你的那个袋，哎，讯息在你袋里面哈、哦。啊，你等一下先不要看了、啊，要不然等一下你讲座会不会停不下去？啊，我就打开看，身心灵诈骗集团。好，我就看了一下，我就不看了哈、哦。然后快结束的时候啊，我就问他说：“哎，你觉得是这个是身心灵诈骗集团吗？”他说：“不是、欸，哎。”哎，从那之后，我们办那个彰化的分享会，哎，原点分享会，他就来当志工帮忙。然后去年的12月23号，他就来参加一场讲座。那到今年，他两场都参加。都觉得其实我们不要要求别人改变，我们自己先改。我都觉得应该是我有所转变，所以他引起他的好奇，他才会跟我去参加8月26号导师的那场讲座。那他进来之后，他发现哦，那应该不会被骗，是真的。那慢慢的他发现说，哎，其实我真的不一样了。就像刚刚说的，那书里面刚好念到这句话，真是印心。我对于我爱你这3个字永远是讲不出口，可是呢，其实当你能量提升的时候，你真的导师就说，他导师真的很好，很慈悲。他说，其实他最希望的就是说，超凡学员每个人都是很幸福的，很家庭很圆满的。那其实就是要营造嘛，你是不是想要说你的家庭很圆满，很幸福？那你既然要圆满幸福，你就去营造很幸福。哎，我就是把这个学起来。刚开始可能真的不习惯，可是你就是要那个幸福美满，你为什么不去营造呢？对不对？所以那次我就试着，现在这3个字我讲得出口了。那我觉得说，其实参加第二场讲座之后，发现天导师还有天地送我幸福美满的家庭，谢谢大家。然后我就希望大家可以把握这个第三场的讲座，尤其是6月16的天地恩情总是爱。前面我参加2场，天地都送给我讲座的主题的礼物，我真的很感恩，感恩导师，感恩天地，感恩主持人给我分享机会，然后祝福各位大家，谢谢。谢谢主持人很棒的分享，因为他如法实修，天地给他的礼物真的有点不解哦。你看，啊，月连连，奇迹连连，你们大家想不想要？就要照老师的方法，老师怎么说就怎么做，真的就是像熟悉一样，会带来那么多的幸福与喜悦。他刚才讲到感恩四句，我觉得感恩四句也真的是非常好用。我那天听到一个学员说啊，英美不是那个秀美，他说他们家的感恩四句的这个蛋蛋机他放在门口，他们家的门口可以驱蚊呢。你们回去做实验看看，把蛋鸡放感恩四季居，放在门口，蚊子就不会进来叮你了。那是秀美他的实验报告哦。所以在这个系统哦，真的是天地会给你需要的，不会给你想要的，还是要靠自己哦。自助人助天助哈，很多的礼物真的天地等着去支持。只是看你自己怎么去，有没有去如法实修哈。所以天地的爱一直都在，导师的爱也一直都在哈。所以我们真的很幸福，我们真的来到这个系统，真的是很有跟我们的超跑系统真的很有缘分哦。今生有这个机缘哦，真的是好好的把握住，不要轻易的让它由你的手中溜走哦。在你这个哦。没有好好把握的话，真的要占有的话，可能就是2年后哈、哦。哎，好，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二哥帮我们分享哈、哦。二哥他是在修行方面有30-40年了，他也是园林人。
然后请二哥帮我们分享，我欢迎二哥，谢谢。Gracias.
清华的同学，我们跟他差不多，啊，按化工，按摩都很成，不按过，啊，我们都告诉他不按过，每次都过，啊，每次都过来就是他一回有穿孔，啊，哎，这部位要注意的，穿孔，你俩穿掉，穿掉点，你就注定不干净，啊，你就会在工地里面冲洗，就注定不成个。要以前洗的话来说，比较干干的有用啊，点干的我以为我用洗干的多。我们大家还是刮皮薄利，哦，所以薄利其他同学有影响会，哦，啊，同时来点提醒些啊，你要这礼拜。
基因故障也会可以好哦。然后家里的奇异基因里面上感恩四季就会比较顺利哦。就像我们一个学员简静博他们家的机器哦，他的家的铁门，只要放上感恩四季，真的都是比较顺哦。但本来没有办法修理的，忽然间都会比较顺。然后肚子痛啊哈，牙齿痛啊哈，感恩四季去贴的真的都很受用哦。还有感恩四季24小时播放的话，我们家里的能量才会非常的好哈。我们一位学员分享他们家过年前放的感恩四季24小时播放，以前的兄弟回来看妈妈的时间都很少啊，5分钟就回头就回去了。可是他放着放着，一两个月当中，过年他们全家都带回来住了两个地，住了一个礼拜哈。所以你说神不神奇哈？真的很神奇哈。非常感恩老师有这个感恩四季的神咒，让我们去用哈，我们去实验。好，我们请那个谢玉林，你要帮我们分享。接引很多新人哦，然后这次的活动啊，他接引30多位的朋友，新人。他是一位教授，好，我们请玉林帮我分享接本人。这一次
师6月15号有一台游览车要去听演唱会，麻烦你帮我邀约一下。没想到早上邀约中午就满了。所以我很感谢他哦，这么帮我一句话而已，我都没有再去邀约其他人。那我现在就是有跟杨峰在商量，就是说，那如果我台中的朋友跟社头其他的朋友要去怎么办？他说你再把名单给我，所以我很感谢哦，这个诶，大社的老师哦，他这次回他，那我也想见见他的这个尊，这样子哦，那希望跟大家结缘，谢谢。谢谢丁女士的分享啊，她说再邀约怎么办？再一台对不对？很简单的啦哈，所以设定目标真的很重要哈。然后年底我们就来个50台了哈，自己各自设定目标哈，先把目标设定好哈。所以好，我们很期待老师来到园里哦，到时候我们有200人来欢迎老师好进到这个场地来哈，我们是非常的幸运的，老师特别挑选来到园里，那我们就非常的感恩老师哈。好，接下来我们请美玉。我们请美玉分享，我们欢迎美玉。美玉是一台游览车哦，设定目标。
业十斤啦吼，记得讲十斤敢若无啥物啊吼，因为一般你啊客人人甲你闹你就讲安尼吼，啊这个两个啦，我讲讲十斤，结果我就去读书费我甲客人二十就是咱毕业甲人聊起去，去人家公司老板遐面啊讲，啊二十外个。不耐我啊！我刚刚我做聚会哦，我耐我几十个，啊结果你看，都解决了广告，啊我老在怀疑啦，原来你演一个一百斤，我唔敢有一百斤，结果我就讲吼，现在的老师让我晋级，我唔知影，可是我都会知道为什么晋级，老师要坚定，我比我坚定，啊那讲你怎，我的钱怎么不能做化疗？那不能叫我买药，我就是看了，无叫我买，我就不认同。因为搁再读书啦，哈，我想要的情况在，要去打工，要去读书。然后就是很想再进修，都没有办法，因为家就是无法度啊。结果我就话去读闽南国中，就是娶妹妹囡仔，一对伊拉24小时的。你看，你一般人24小时，你看我就讲，迄是赚得济，因为一般人啊，办无办病。我24小时，我是办病号的，所以我都是妈妈呀。妈妈就是办号，我变成号。啊，你讲咱老公我有一个信仰，就是已经变成十年啊。啊，一到庙会里头，有些人对爸爸妈妈对大家，安尼到老庙出来，到起码安尼讲出来，有50几年啊。恁看人家无出老的吼，啊，你看呢，50几年都没有办法解，是安怎讲着？咱咧庙的时阵，人讲，不管吼，啥物忙都对，后尾讲查某庙的啊，我嘛对对，我真正说个天了，我都真正讲平时手拢放袂落，你看听啊咧，啊你代志有解决无？有好，因为人买就是讲叫啊去参加一个验证，你知道，因为我嘛袂晓，啊那个那个很多派有四派，那我好我出老计，我袂叫我面对，然后就那个。创价协会它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宗教，把我顶起来的时候，我有一个女儿，她往生我都走不出来，哎，她刚才叫我念经，叫我念念，我就说我是被动的往没往没一样，我就回来念念念念，啊念念就是一个大型的佛像，那里那里管理那时候水晶包的，老板的工作啊，叫我念，你做有心没？结果我行到已经行了20年，可是解决了，解决了，是啦，真正很感谢，就是拢做甲有耐心吼、哦。可是一撮代志都没有办法，因为看人讲啥事，你知道？我感觉讲，为什么第五位的时候，你眼睛有看出来，大家拢讲我有改变，哎，我变爱啥，我变就不求是的，我变了的。结果一撮代志，我都解决，我的心的就很痛，啊，那我知道了。找到面有个呢，是我代志啦。我老公看到奇迹出现了，结果奇迹出现是啥物事啊？电视干了报纸方面收一个回来，我讲跑红公队。啊，来遐多好，我是帮医师的患者，3天5天一礼拜就是爱看。我老公我爱看你，到电视讲嘛，看你就好一半。啊，那讲你知道，王医师叫我去买一个讲这个技术一买300，讲你知我是做欠的，又叫我开钱，我是无可的。啊，不就是咱相信讲吼，王医师吼，他也真的很好，哎呀，结果要买我吼，哎，买唔到，我嘛不知我买唔到啊，伊干那个，有干那，伊问到是啥物有几分钱，你知道？啊，结果他是真的是超级神秘密码，可是伊差了差拢无去医生室，伊是用条过弯道做好事哦，啊，我没有看到，可是我这时候撞住。但单机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就讲我有一些就是敏感，你知道吗？我讲客人哦，会去买唔到，啊，结果真正我那时候自己是真正咧单单机无感讲多少事。啊，结果你知道很神奇的是讲，我基本的时阵哦，伊来大家也拢读书会，大家拢闹，啊，大家看钱哦，要不要变多？看了钱多，结果你看卖，我是愈还愈迄个时阵还。他是身心障碍的囡仔，结果你敢不知道乱夸哦？我一点爱听，因为他是重度的身心障碍的囡仔。
气我啊，都什么光想啊，啊什么什么啊，我嘛是安尼想想想到尾，讲实在，我有法度讲加深伊的读书会啊吼，你生活广场这一边噶连你那个场地无奈啊，噶起码你知道，我从来没有缺席过外面六九个月，都够长进。刚刚讲好，去我我到去义兴呀，啊还有去那个公园，还有去和美那个出美妈妈呀，啊你看我为了那个读书会那去那个分享会我都一一给他挑战，挑战到为了跟咱我做起来我已经比国比在我真正加深咧，就是你该讲我到去红花宾馆嘛，要去不能我到，我现在真正是想要去啊，不能想不到。我到谁都是我到，连我到沟通。可是真的，因为那个也可能自己要做，我写能做出来，然后帮你小工去忙完才能懂。啊，结果你知道吗？那个游览车你知道哦，都是在呀，你也家己骑，家己那骑了真好啊。啊，不过这个人哦，很低调，我就上贪心，你知道吗？我刚才在那个系统，我都叫一台游览车，我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么很难度？有东西啊吼，导到家己拢就会内化，你知哦？真正那时候我可能叫我讲，我就要去看见，你知影？结果就去看那个全家的医科那个医生啊，伊个搞到位啊，都啦，你了解对无？身心科，我讲老医生啊，我感觉着对，你看卖啊，我因为长期压力，有我爱做爸爸，爱做妈妈。我爱做，我爱有钱的车，嘛爱钱，啊嘛以前嘛爱，然后我都没有工作，我低收入都未贵，吼、哦，你看我老努力啊，啊借钱人拢不敢借我，哎，啊后来借钱老人吼，借一种话，啊要甲人笑笑，你看卖啊，所以那时候吼，真正就是唔知变怎，啊不过拢愿意问啦，我拢感恩，很感谢，很感恩，哎，啊结果一路来你知道，拢可能就越花越难。啊，咱两个人演演的，啊，结果我吼，啊，无咧把人一代，结果人才无半个，啊，到可能到两代，我结果讲，我安尼，无我来到两代了，就是第一代我有花宴，啊，第二代难封，结果你看，这个花宴可能我有突破一代关，因为今天早上就有一个，刚刚咧，刚刚公园那个不认识公园代表的太太，有一家的。超马的聊以前去读书会，因为他们都没有听过，既然他们一家人都要去，你看很神奇哦。也大众的开讲说，基本上就是讲吼，因为哎，讲话人无咱的超马吼，搞我讲资讯安尼安尼，听起来是因为偏嘛是习惯，你老是嘛习惯，你讲你讲人家你跟领导吃无吃，我绝对无问题。哎呀，我你看跟你看到无钱，真的啦，你看很神奇。
下来。